下吧。学生上课睡觉该怎么办？哎呦我的妈！太难了。立正，面向前方，拿出自信的眼神，爱谁谁的表情，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。我想当初你松开的
这溜达呢？你这手咋的了？狗咬了。你打针没有？没有，打啥针不打针。打针去吧。你好，美女啊，你别害怕，没事。天太热了，我拉肚子。你别笑。厕所在哪？那边。想上厕所。左边。谢谢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嘎嘎嘛，你紧张啥玩意呢？怕啥呢你？小妹，花儿样的年岁比花还要美，小谁爱上小妹，小妹爱小谁，咱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天生的一。哇，这么晚还这样回来吗？上哪个鬼背呢？跳跳我快点去。我的问你怎么了？爸，这是干嘛？爸不喜欢穿那衣服。好穿来穿来，背背就是。这个外套有点热了呀。我不喜欢穿那衣服。妈，今天我这个手有点干。别笑。这个嘛，行了，不要这个了。我马上给你。大哥，你吃饭了没有？儿子，你快点吧。爸爸，你饿了吗？我想吃点肉，喝点酒呢。那我发的工资给谁啊？我要。肉没了，肉来了，肉来了。哎呀，我要不够吃怎么办呢？All you ladies pop your pussy like this. All you ladies pop your pussy like this. Like this.